这样，哎，对啊，我刚刚自带那个电音效果，是，哎，对对对，自带电音效果，哎，啊，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可以再一次热情的掌声吗？热情的掌声，谢谢。在盛冈这个不同歌路，还不同歌路，对，偶尔也是要唱一下这个，哎，对对，因为那天我们一直唱一样的，没有人要拍的，不，大家嘛是也拍，谢谢。哎，卡皮巴拉，哎，为什么不是要给我吗？ 啊，没有，我的是粉红樱花卡皮巴拉，所以你要一个咖啡色回去配对吗？没有，哎，好，这是我的，因为我超级喜欢卡皮巴拉，对对对，他送错了，他记错了，你忘记前几天的那个卡皮巴拉是很值得大家效仿的动物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卡皮巴拉非常的认真，嘿，知道为什么认真？因为。 卡皮巴拉卡林奇，卡皮巴拉卡帕比亚，哎呀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卡皮巴拉很认真。哎，对对对，最近很火红的这个动物，哎，你知道那个顽皮世界整个大淹水，但是卡皮巴拉很开心，因为卡皮巴拉就是喜欢泡水，它是水豚，它喜欢泡在水里面，所以这次凯米台风有没有？卡皮巴拉是最开心的。 啊，对对对，梅花鹿都很害怕水，然后卡皮巴拉很开心，因为他喜欢水这样，他是，哎呀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好朋友，新好朋友卡皮巴拉，对，感谢我们这个热情的赞助，感谢，刚刚我拒绝了很不公平，为什么好像每次认错人了，我想棉花也是先给你，啊，不然你的比我大，认错人了，对啊，啊，不然我先下班了，还是剩下两首帮你唱，然后主持给你主持这样，可以哦，薪水交换一下，真的假的？啊，你等一下还要跑场吗？没有，啊，真的假的？ 那你就是在这边一整天的时间了吗？一整晚的时间了吗？没有。啊？可以拉，可以拉，什么意思？这里拉一下。哦。哎，哦，它真的可以拉，可是它拉出来有什么效果吗？哦，就好玩，好玩。我以为它会飞呀，或是会跑之类的。哎，那个，哎，它还有不同造型哎，它那个是鲨鱼的造型吗？白鲨豚。 水豚，白沙豚造型吗？好了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聊。对对对，我希望等一下可以收到满车的卡皮巴拉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让我们的这个娜娜好不好？继续安排歌曲上大家。好，我们的娜娜一样要变换服装哦，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来安排继续我们的各个的关键派系，大家来上好大家。
之后终于可以不用跑巴西亚了啊！是啊，那什么意思？